系点石成金啊，真好靓哦！多谢，我自己都好中意 fashion 啦。今次我饰演嘅角色叫做宋乔，阿毛饰演嘅角色赵海系两夫妻嚟嘅。咁中间发生咗啲事啦，即系我觉得有时 couple 即系一对夫妻或者一个情侣。未必是因為一件很大的事所以分開，總之就是有些事令到我們慢慢就越來越疏遠，最後就分開了。跟趙海分開了之後，就由一個財經主播變成一個風頭女王，是點石成金，就是她投資的項目一定是賺錢的，所以她都是一個很 successful 的女人。強人醫生啊、律師啊、警察啊都做過了，今次就是做一個很 successful 的一個businesswoman。我自己都好中意 fashion 啦，咁即係好慶幸有個角色可以俾我擺我啲 fashion sense 落去。咁我記得我哋試衫嘅時候，我帶咗套即係一個套裝翻嚟。咁個套裝可以有唔同嘅 way 去著嘅。咁我有俾阿 Marco 我哋監製睇，呢個係 model 著嗰個 way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可以斯文少少，就唔使好似 model 咁著，就正常啲咁樣著。咁你覺得邊個好啲？跟住佢諗咗一陣，佢話都係跟翻 model 嗰張，佢係接受能力好強，咁所以我就放膽啲哦，原來可以大膽啲試下啲唔同 fashion 嘅嘢，咁仲要一路拍一路帶啲衫翻嚟啊，咁樣即係有啲 inspiration 就係、是、哦拍拍下哦宋喬，我覺得佢著依套都係適合嘅，咁樣會帶翻嚟。都有私夥，有同 designer 夾，有啲衫，譬如我平時其實我翻工。就好少出街，所以其實我有時買咗啲衫都真係冇機會著，所以今次係一個好機會攞啲平時著唔到嘅衫翻嚟著下。